吃呗，你还要这个哇器皿都太刚才秀珍了，哎呦好贴心啊，所以你平时用盆吃吗？真的很专一的一直望着他。哎，有人回来了。谁了？依依吧。Hello。哦，注意小细节。这个好吃还是那个龙鲤鱼好吃？好敏感哈、哦，双鱼座嘛。对。今天所有的菜都我姥姥做的。你姥姥做的，不是你做的。你姥姥刚刚来了吗？啊、对，我姥姥刚走。替我跟她道一声晚安。哎，所以今天早上为什么有隔壁的男嘉宾出现在这儿？哇！这个也太猛了吧！该做早饭啊！天哪！尴尬，甜蜜的负担。嗯。那你们后来去逛超市了吗？我逛了超市。我跟老妈去逛了超市。那你姥姥去哪儿了？返场嘉宾。啊！好复杂呀。好精彩。嗯。太好看了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晚上记。啊？没走吗？哎。啊。对呀、啊，我等着呢。开车！那你们坐一块，我坐这儿吧。可以。我觉得他很有危机意识，非常好。你这时候退下装绅士要干嘛呢？对，粘贴剂好好捏。是啊。久等了。没事。他尴尬了。啊，有点热。哎哎，还可以带着煎蛋，你会煎吗？你可以教我。哦，
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可以煎，我煎两个蛋。啊，他不会煎蛋，所以他根本啥都不会做，但是要约人家吃，就是为了见个面。煎锅，下油，然后来吧。哎，妈呀！妈呀！对，对，你把它铲一下。翻面了，对，那你完了，翻不起来啊，翻不起来，啊，粘锅了，不行啦！我太想帮你了，你为什么是左手呢？哎，哎呀，真的好笨拙，好可爱哦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一定要我自己来。好，一定要我自己来，他要自己做。哎，是不是这个声音看着？可爱呀，在练习煎蛋。这个很棒哎，这个煎得很好，逐渐熟练啊 ，easy。然后火腿，爱心便当，时间有点赶，有点狼狈。爱心便当是不是我们看到的便当盒？是吗？走了，是不是？你不吃了？我先不吃，我健身去。所以男生到底是本来就有厨艺的人是占优势，还是我愿意为你学占优势，对不对？也不一定，如果是一个从来不进厨房的特地为我做了一个我喜欢吃的东西，对，是不是多难吃我都会觉得很感动。就我觉得应该是原本就有厨艺的人占优势，因为真的好吃啊，做的。你好现实哦，发现了。但是如果在我很饿的时候，就是谁给我吃的我就爱谁。你们女生真的是很难琢磨。我还挺想看看他们早餐会发生啥。啊，约在他们的屋，这样好吗？约在人家的屋檐下。侯哥刚要出发去工作，怎么样？哇，那我就。是谁？出来这是什么？你做的早饭吗？我第一次煎蛋，但是我感觉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啊，不能自然醒了。拿微波炉热一下吧。用微波炉热吗？我煎了蛋，煎了火腿。太好了，可以放到平底锅上煎一下，如果没有烤箱的话。我来，就是小心小心。嗯，面包，烤面包。今天早晨，向我的室友学艺，学煎蛋。你之前没煎过蛋吗？其实还真没有。天啊！第一次煎了两个蛋。你可以一会儿可以看看奇形怪状了，一定是好吃的蛋，一定是好吃的蛋。你是不是很擅长做面包之类的？其实做面包特别解压，因为它做的时间特别长，你做好一个面包可能要5-6个小时，你就可以完全沉入在做面包的这件事情里。有一件事情等着的时候，浪费时间也不是浪费时间了。
一一。早上好。一一，这谁呀、啊？吓一跳。啊，吓到。我是过来偷学的。快点跟姐妹们打熟一下。隔壁邻居来做早饭的吗？吃瓜。对啊，我就是田螺。田螺。田螺姑娘。田螺姑娘。你自带食材吗？也不是，这个面包是你可以尝尝，特别好吃，我买的。真好，谢谢你。去外面吃啦，不然好多来来往往的人哦。来了，猴哥吗？啊，不会吧？那你先吃，我先去穿个鞋哈、啊，拜拜。好的，我去门口。嗨，摩尼呀，这是猴哥吗？不是，真真。哦、okay、，Hello。我坐一下。对啊，真的，里面人太多了，去外面吧。今天天气真的挺好。哇。哇，哎呀。好贴心啊。嗯，这时候很需要这样子的贴心。我们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小露台，那去我们的那个。太好了，我一直想参观一下你们的房子。欢迎啊。这个是书房。哦。然后这边是。小心脚下。嗯。哦，这里。在这儿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好适合吃饭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看哪边。哇，我觉得可以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很舒服。这个蛋在发光呢。这个真的是流心的。尝一下啊。嗯，好的，这个 reaction 可以啊，没有鼓励的。真的好吃，一点也不油嘞，但是忘加盐了。没事，可以拿这个火腿，卷着它吃，就是说火腿鸡蛋塔可。哦，先吃了。嗯，我活了。两个人都在晃，忍不住想站起来。有那么夸张？好吃。哇，好舒服呀，有点住在公园里的感觉。喜欢喜欢喜欢。哎呦，他们俩状态很好。哎，他们选的这个地方挺好，不会被打扰到。我小时候因为特别邋遢，我妈还给我起外号叫拉拉，邋遢加拖拉。我感觉其实拖延症大家都会有一点。我觉得我拖延只是因为那件事我不想做，如果是很想做的事，我绝对不会拖延。对，就是约你吃早饭，我就会很想赶紧去做。啊！发力了，发力了，发力了，确实是。但是写作业什么的。今天说你到公司可千万不能这样，就是你这个性格肯定就是你得收着点儿。所以一开始我就是装的就是非常的稳重啊，对对对。然后后期我发现我就是要发疯，但我发现我发疯以后大家就更配合我工作了。真诚的发疯就可以解决99%的问题。他们真的聊得很深入。嗯，现在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即使以后后悔了，但是确实是当时最真实的我们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做真实的自己。
他完全可以完美接住他所有的。他怎么这么会说话呀？对啊，因为他们很合。好沉重的话题，也没有很沉重，就是很少饭后就应该聊一些跟认识一两天的人聊这种。很少有没有？他说很少跟认识一两天的人聊。哎，但是今天真的是第一次翻车。可我觉得很好玩啊，那如果每天都煎一样的面包也没意思呀，就是要糊一下吧。糊了我可以切掉呀。可以。我决定好了，我要站这个 CP。我也站了。Thank you so much。我磕了。不是，刚才那实话实说，刚才那个气氛确实是很好，咱这个倒是不骗人。猴哥，你去哪儿了？猴哥，哎呀，好着急哦！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们给一点空间，是吧？嗯，我等会儿要去坐那个巴士，我顺路。那个巴士会到哪儿啊？到望京。望京，好吧，我送你回去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晚上见。啊，没走吗？哎，啊，对呀，我等着呢。啊！哇哇！猴哥，我的天哪！猴哥，猴哥来了！猴哥，你真了不得！下车！这峰回路子。啊，没走吗？对呀，我等着呢。他说我等着呢。Oh my god！ 你要回学校吗？啊？你要去学校？啊，我去学校。不会上车吧？哦，那我们会顺路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！啊！天哪！你干什么呀？哎呀！你们不吃早饭了吗？你干什么？吃早了，去上学。你去真想上学吗？爱上不上的呀，不是前一分钟，那行，那我送你就这样啊，后一分钟那我们一起呗。这咋送的呀？他的意思是，哎，这辆车不但会开往望京，还开往海淀，那我不如就一起坐啦。旭哥，你说句公道话，这一局小孙是不是太多了？一点不动摇啊？还好吧。好像有一点点了，是不是嘛？是不是嘛？那又怎么了呢？他尴尬了，啊，有点热。哎，还没。
好干哦。你们最喜欢看电影有能说出来吗？就是有那种很喜欢看的电影吗？我喜欢妖猫传。你们看过爱在三部曲吗？哦，你们那个子韬，对子韬。之前看《无问西东》啊，《无问西东》好好看，我觉得。哎呀，干！哎呀。我记得《无问西东》是三个故事拼在一起的。对，还有，特别是开始那个飞机，最后冲向。那个船的时候，哎，是最感人的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哦，他也看过，太好了。现在因为上学时间就是在家时间很少，之后要是时间自由，应该养个小动物。我们家就一条，养了一条狗，比熊。哎，啊，我身边好多人养比熊，贼可爱。叫什么？可乐。可乐。可乐。就是他自己选的，就是我们比较土豆主义，就是桌上摆了很多，然后他就自己喜欢放上面，他自己选嘛，然后他自己就是哦，跟那小孩抓阄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要抓阄嘛，抓阄就自己选的可乐，好可爱啊，像帮动物取名字挺好的哎，啊，他在笑哎，他想哎呦接上话了，战术性喝康师傅茉莉柚茶。哎，我好像可以下了，我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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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，送送他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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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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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。他走了，应该不用坐一起了吧？为什么现在看？走吧。怎么这么热啊？行。摸到汗了吗？摸到了，湿漉漉的。可能是跟你在一块紧张。跟我在一块儿紧张，哈哈，我坐这边可以。你看不坐一块儿了，肯定不挨着坐啊。全放松了，现在。在偶像剧都不敢这么拍。小孙、猴哥和猴嫂。猴嫂，不是的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口误，口误。此情此景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哇，我会坐在那儿，就是 ，Oh no， 堵在那，坐一个人就像坐一个大山似的。对，因为天蝎是很敏锐的，觉得说 ，OK， 那个空间是你们的，那接下来我找一个空间可以表达我的情绪啊，表达我的情绪，对对。结果你看中间这条河堵在这儿，居然来了。在这样的这个环境里面，其实如果在车上有一个单独的空间的话，我觉得它可能会表达得更加自如一些。但是其实刚才那个环境算是没有发挥空间。对，要不跟我顺过去。好。OK。哎，你是从几岁开始跳舞的？从幼儿园。啊，这么厉害！其实我小时候也学跳舞。这个不要紧。我小学一开始学拉丁舞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发现小时候跟长大都是反的。对。
我之前被说像男孩。真的吗？然后以前还短头发，然后性格也比较利落和洒脱过一阵子，然后被大家，不是被大家，被我特别喜欢过的一个男孩。啥小子当时？对，他觉得我太小男孩了，然后以至于我想要改变一下。干嘛为不重要的人改？然后我到后来发现，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很酷，我觉得不应该这样。Yes， 但是我也谢谢他，因为他说这些话让我发现我自己可以，就是更美。所以我一直很讨厌被说像小男孩，有点心病的感觉。他跟他坐在车上和威廉不一样。哎，不一样。但我小时候被我爸妈当女孩一样。真的，但我小时候照片还有那种穿裙子的照片。现在感觉更自然一点。你觉得咱们屋人怎么样呀？我觉得都挺好的。都有意思。那凯智呢？凯智怎么样？凯智挺好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挺有礼貌，也挺有礼貌。对，也挺谦逊的一个。对，很谦逊，非常谦逊。那我呢？我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你真的很搞笑，我觉得你太有意思了。行，人都是谦逊礼貌，我是搞笑啊。但是这样我觉得特别好，就是我觉得好像我跟你唠嗑更搞笑，是吧？更舒服一点。其实他们两个也是舒服的氛围。对。哎，你是双鱼座是吧？对。你还知道？天哪！你是什么座来着？天蝎座。哦，他也是天蝎。天蝎有两茄子，就直接加两条。哎呀！是天蝎跟双鱼也挺聊得来的。都是水象嘛。其实他们两个也挺好的呀。我觉得男生应该是对于大家有感觉，不会？我觉得没有。啊，我觉得有哎。他只是想多听到他在那些女生印象是什么，毕竟他前一天得到了一个他没有那么喜欢的答案嘛。但我觉得男生好像应该会对女生应该感觉有兴趣，只是女生比较像朋友。其实感觉男生的那个态度是渴望会有一些就是聊出泡泡的感觉。对。我来帮你们啦，姐姐。做你的排骨多少去？妹妹，排骨化了吗？还没化呢。哎，我觉得我们的精力应该放在先煮大米饭吧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呢？直条是妹妹。你在哪儿呢？在你们俩的中间。这里。长袖是姐姐。没有你啊。这里。不是，那个。眼睛大呀！哎呀。天，拿这么漂亮的眼睛出气多难受啊！不会夸。浪费啊！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生气还是该生气。没开油烟机，谁开一开啊？好，我来。嗯，宝贝，帮我递个围裙。宝贝。你帮他系。哎呦。我帮他系。啊，好，我帮你进去。我洗头。啊，好，我帮你进去。不要慌张啊，姑娘。给你的头。这个太丑了，给你换一个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吧。这个。好可爱哦。感觉姐姐很故意。这刚才好像那种魔法姐妹和她的管家。小火，先小火。火太大了。火太大了。
大奇好可爱哦，一个人应付，怎么这么黑？走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，可以，够够够，你这是行吗？可以，他操碎了心，输。哇，这都是我姥姥的厨艺，真不错呀！最喜欢家人做的吃的。嗯，这加太少，你再来撕，要不要？掰不开了，哥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舔舔嘴，你舔舔嘴。感觉这个，哎，你还要给你来点器皿，都太袖珍了。可以了，很精致。我一个粗俗的，所以你平常都用盆吃吗？我用钢吃。嗯哼，还是真的很专一的，一直望着他。面皮儿，我再来一个，太咸了。不用我酱搞多了，用这个。好。哎，有人回来了。谁呀？依依吧。Hello， 依依吃面。再搞个碗。去吧，搞碗去了。撕面了，撕面了。你这是什么穿搭？我这粉配绿不好看吗？粉配绿啊，行行，没看到粉。太好看了，时尚啊，潮流。吃啥呀今天？炸酱面，炸酱面，硬吧？太硬了。拿这个大碗吗？吃饭挑大碗。吃饭挑大碗。我说没有小碗，你就吃这个吧。感觉所有的碗都被占用了。这个好吃还是那个龙利鱼好吃？搁点这个吧，吃吗？吃。吃。我以为你不爱吃黄瓜菜蔬菜，多好，多健康。好敏感哈，双鱼座嘛。对，今天所有的菜都我姥姥做的。你姥姥做的，不是你做的。我加工了一下。你姥姥刚刚来了吗？对，我姥姥刚走。是吗？刚走。那替我跟她道一声晚安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。这肘子给你加点，他们这够不着。这也是你做的吗？现杀的。你吃就行了，你别问那么多了。来吧。哎，所以今天早上为什么有隔壁的男嘉宾出现在这儿？哇！这个也太猛了吧！今天早上为什么有隔壁的男嘉宾出现在这儿？在做早饭。真假的？真的。为了做早饭啊！天哪！你们后来去逛超市了吗？尴尬。谁逛超市？我逛了超市。你自己一个人逛了超市？嗯，我跟我妈去逛了超市。嗯？我跟我妈去逛了超市。那你姥姥去哪儿了？我姥在家炖那粥。返场嘉宾。好复杂呀。对，太好看了。我几次偷瞄我旭哥那个看的时候，那个小嘴咧的，都是完全沉浸在那个情绪在里面。这个也蛮加分的。
刚刚哪一个瞬间会让你觉得说太好看了？对，哪一趴？没有，就是他问说谁来那个男嘉宾，我觉得那个好，嗯，其实他是一个无心的问，但万万没有想到当事人全都在。因为上次他不是说他那个脚趾已经碰地了吗？对，救命啊！我脚趾已经抠地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觉得这次感觉想要挖一个洞，翻过地了。他，我觉得他的脚到时候都是一个那种钻头，你知道吗？嗡啊！我太难了，我太不容易了。他确实太难了。那种甜蜜的负担的感觉是不是啊？但真的没有尝试过，这种感觉是真的会很困扰吗？蛮困扰的。果然尝试过，问对人了。对，很困扰。啊，是哦。但是其实心里本来就会有一个偏爱，对吧？或者是两个都不喜欢。哦，你有过吧？你一定啊。我就是两个都不喜欢嘛。哦。然后就觉得就，可能我是狼王吧，没有同时有人这样对过我，不知道他们在怕什么耶。不知道他们在怕什么耶。Yes。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口气，我都想往前面一点点。我好想爆你的料了。好，来。我听错。没有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小时候什么样？是不是？啊？我小时候发生什么事？你再跟我讲。没事。你再跟我说，因为我真的忘记了。没有，看你对我好不好？我对你很好啊。我要再好好贿赂一下 Jenna。但是这部分我们先告一段落啊，因为他们接下来还有后面的故事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好运，他其实是很专注在威廉的点上的。对对对，他蛮难过的。但是也可以看到，威廉是很专注在依依的点上的。对对，但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更多的相处之后，更多的接触之后，会有一些动摇和改变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往后看。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，好吃好玩，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，炫迈无糖口香糖，潮酷便携，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。本节目由炫迈特别合作赞助播出。那老王这个乌跑，老总，哎，我带了一份从食堂打的麻辣香锅。这个眼神，开始有点同情猴哥，因为我会觉得他一定有一种你这个程咬金怎么老是来啊？清华食堂的麻辣香锅，好高贵啊！这也太抓马了，这东西。端走，端走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